报告院会现在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住宅法修正草案》等案。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现已完成协商，请宣读协商结论。立法院党团协商结论，时间2016年12月20日星期二下午20:30，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协商主题一：本院内政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修正草案，委员吴思瑶等16人拟具住宅法第20条、第24条之一及第24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赖瑞荣等17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清等22人拟具住宅法第23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吴玉琴等26人拟具住宅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姚文智等16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李立芬等24人拟具住宅法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22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王玉明等20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第4条及第12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维洲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及第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赵天麟等16人拟具住宅法修正草案案。二、本院委员郑天才等18人拟具住宅法第2条及第8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协商结论一：本院内政委员会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住宅法第12条之一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尤美女等23人拟具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严宽恒等17人拟具住宅法第6条、第12条之一及第54条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郑丽君等29人拟具住宅法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经黄召集委员昭顺105年4月6日内政委员会第9届第一会期第6次全体委员会议主持审查通过之第3条，针对提高特殊身份者入住社会住宅比例至30%，及第12条之一，房屋所有权人出租住宅、出租房屋与特殊身份者，每屋每月租金10000元，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与照召集委员天麟主持审查通过条文第4条及第15条完全一致，对黄召集委员昭顺的辛劳予以高度肯定。二、第2条予以修正。三、第9条予以修正。四、第25条增列说明栏文字。五、第39条予以修正。六、第53条照尤美女委员所提修正动议增列说明栏文字。七、第61条予以修正。八、其余均照审查会审查结果通过。九、增加附带决议2项。协商主持人苏家全、蔡其昌。协商代表柯建明、赵天麟、吴玉琴、廖国栋、吴秉睿、郑天才、江启臣、王玉敏、刘世芳、陈超明、李红军、徐永明，宣读完毕。请院会对以上协商结论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本案逐条讨论时，竟依协商结论处理。住宅法，请宣读条文。第一章及第一条。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保障国民居住权益，健全住宅市场，提升居住品质，使全体国民居住于适宜之住宅且享有尊严之居住环境，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第一章及第一条照审查会章明及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条。第二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在中央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主管机关之权则划分如下：以中央主管机关，依住宅政策与全国性住宅计划之拟定及执行；二、全国性住宅计划之财务规划；三、直辖市、县市住宅业务之补助、督导及协助办理；四、全国性住宅相关资讯之搜集、分析及公布；五、住宅政策补贴市场品质与其他相关制度之建立及研究；六、基本居住水准之订定；七、社会住宅之兴办；八、其他相关事项。
二、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一、辖区内住宅虚设目标之订定；二、辖区内住宅计划之拟定及执行；三、辖区内住宅计划之财务规划；四、住宅补贴案件之受理核定及查核；五、地区性住宅相关资讯之搜集分析及公布；六、辖区内住宅补贴市场供需与品质状况及其他相关之调查；七、社会住宅之兴办；八、其他相关事项。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配合政策需要，兴办社会住宅，并准用第十九条至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三十六条及第五十八条规定办理。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应视原住民族教育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需要，会同主管机关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原住民承租之社会住宅。宣读完毕。第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第三条。第三条。好。第二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第三条。第三条，本法用词定义如下：一、住宅，职工居住使用并具备门牌之合法建筑物；二、社会住宅，指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属设施；三、公益出租人，指住宅所有权人将住宅出租予符合租金补贴申请资格，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者。宣读完毕。第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条。第四条，主管机关及民间兴办之社会住宅，应以直辖市、县市、辖区为计算范围，提供至少30%以上比例出租与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另提供一定比例与未涉及于当地且在该地区就学、就业有居住需求者。前项经济或社会弱势者身份，指下列规定之一者：一、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二、特殊境遇家庭；三、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四、于安置教养机构或寄养家庭结束安置无法返家未满25岁；五、65岁以上之老人；六、受家庭暴力或性侵害之受害者及其子女；七、身心障碍者；八、感染人类免疫缺乏病毒者或罹患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者；九、原住民；十、灾民；十一、游民；十二、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者。宣读完毕。第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五条。第五条，为使全体国民居住于适宜之住宅，且享有尊严之居住环境需求，中央主管机关应衡酌未来环境发展、住宅市场供需状况、住宅负担能力、住宅发展课题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研拟住宅政策报行政院核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据中央住宅政策，衡酌地方发展需要，拟定住宅施政目标，并据以研拟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中央主管机关应依据住宅政策，衡酌社会经济发展、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发展、产业人口、住宅供需、负担能力、居住品质、中央及地方财政状况，并参考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住宅计划执行情形，拟定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报行政院核定。主管机关为推动住宅计划，得结合公有土地资源、都市计划、土地开发、都市更新、融资贷款、住宅补贴或其他策略办理。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兴办之社会住宅，应每年将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例及区位分布，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宣读完毕。第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六条。第六条，主管机关为咨询审议住宅计划，评估提供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率及区位分布，评鉴社会住宅事务等，应邀集相关机关、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成立住宅审议会，其中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之比率不得少于1/2。前项住宅审议会设置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七条。
第七条，主管机关为健全住宅市场办理住宅补贴，新办社会住宅及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得设置住宅基金。中央住宅基金来源如下：一、政府依预算程序拨充；二、本基金财产之处分收入；三、社会住宅新办之收益；四、本基金之资息收入；五、其他收入。直辖市、县市之住宅基金来源如下：一、政府依预算程序拨充；二、本基金财产处分之收入；三、办理都市计划容积奖励回馈之收入；四、都市计划增额容积出售之收入；五、办理都市计划变更之捐赠收入；六、社会住宅新办之收益；七、本基金之资息收入；八、其他收入。宣读完毕。第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八条。第八条，主管机关得设立或委托专责法人或机构办理住宅相关业务。宣读完毕。第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章。第二章，住宅补贴。宣读完毕。第二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继续宣读第九条。第九条，为协助一定所得及财产以下家庭或个人获得适居之住宅，主管机关得视财务状况拟定计划，办理补贴住宅之贷款利息、租金或修缮费用，其补贴种类如下：一、自建住宅贷款利息；二、自购住宅贷款利息；三、承租住宅利息；四、修缮住宅贷款利息；五、简易修缮住宅费用。申请前项住宅补贴及其他机关办理之各项住宅补贴，同一年度仅得择一办理。接受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者，除经行政院专案同意外，不得同时接受二种以上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接受住宅费用补贴者，一定年限内以申请一次为限。本法中华民国105年12月20日修正施行前，具备第四条第二项身份租用之住宅，且租赁期间达一年以上者，其申请第一项第三款之租金补贴，不受第三条第一款合法建筑物及第13条基本居住水准之限制。前项规定实施年限为3年，同一申请人以申请一次为限。第一项一定所得及财产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九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条。第十条，前条第一项各种住宅补贴，同一家庭由一人提出申请，其申请应符合下列规定：一、前条第一项第一款或第二款补贴，以无自有住宅之家庭或二年内建构住宅之家庭为限；二、前条第一项第三款补贴，以无自有住宅之家庭为限；三、前条第一项第四款或第五款补贴，以自有一户住宅之家庭为限。前条第一项住宅补贴对象之先后顺序，以评点结果决定之。经主管机关认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增加评点权重，评点总分相同时，有增加评点权重情形者，优先给予补贴：一、经济或社会弱势；二、未达基本居住水准；三、申请修缮住宅贷款利息或简易修缮住宅费用补贴，其属有结构安全疑虑之结构补强。宣读完毕。第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一条。第十一条，主管机关拟定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之额度与户数，应斟酌居住地区住宅行情、人口数量及负担能力等因素决定之。主管机关预定每一年度之住宅基金补贴之额度与户数，应斟酌居住地区租金水准、受补贴家户之所得、户口数与经济或社会弱势者之状况及负担能力等因素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应于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后二年内，完成相关租金资料或价格搜集、负担基准及补贴金额计算方式之建立。宣读完毕。第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第九条第一项第一款至第三款补贴之申请资格，应前附文件自有一户住宅之认定，无自有住宅或二年内建构住宅之认定，租金补贴额度采分级补贴之计算方式、评点方式、申请程序、审查程序、住宅面积、期限、利率、补贴计受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九条第一项第四款或第五款补贴之申请资格，应前附文件自有一户住宅之认定、修缮之设施设备项目、评点方式、申请程序、审查程序、补贴额度、期限、利率、补贴计受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申请政府住宅补贴者，除修缮住宅贷款利息或简易修缮住宅费用补贴外，其受补贴居住住宅需达第四十条所定之基本居住水准。宣读完毕。第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四条。第十四条，接受自建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者，其土地于新建期间之地价税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前项土地经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后，未依建筑主管机关核定建筑期限完工者，应自核定期限届满日当年起改按一般用地税率课征地价税。第一项申请程序、前项申报改课程序及未依规定申报之处罚，依土地税法相关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第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五条。第十五条，住宅所有权人将住宅出租予依本法规定接受主管机关租金补贴或其他机关办理之各项租金补贴者，于住宅出租期间所获租金收入免纳综合所得税，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度不得超过新台币10,000元。前项免纳综合所得税规定实施年限为5年，其年限届满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延长之，并以一次为限。宣读完毕。第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六条。第十六条，公益出租人出租房屋之土地，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课征之地价税，得按自用住宅用地税率课征，前项租税优惠之期限、范围、基准及程序之自治条例，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租税优惠实施年限为5年，其年限届满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延长之，并以一次为限。宣读完毕。第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定期查核接受自建、自购、修缮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或承租住宅租金补贴者家庭成员游泳住宅状况，接受住宅补贴者有下列情事之一时，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自事实发生之日起停止补贴，并追缴其自事实发生之日起接受之补贴或重复接受之住宅补贴。一、接受贷款利息补贴者，家庭成员拥有二户以上住宅；接受租金补贴者，家庭成员拥有住宅。二、申报资料有虚伪情事。三、重复接受二种以上住宅补贴，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未办理第一项查核业务，应于核定自建、自购、修缮住宅贷款利息及租金补贴后，将受补贴者之相关资料予以建档。宣读完毕。第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十一条不予采纳，继续宣读第三章及第十八条。第三章社会住宅。第十八条，主管机关应评估社会住宅之需求总量、区位及新办户数，纳入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宣读完毕。第三章及第十八条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十九条。
第十九条，主管机关的以下列方式兴办社会住宅：一、新建；二、利用公有建筑物及其基地办兴办；三、接受捐赠；四、购买建筑物；五、承租民间住宅并转租及代为管理；六、奖励辅导或补助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租屋服务事业承租民间住宅并转租及代为管理或媒合承租出租双方及代为管理；七、办理土地变更及容积奖励之捐赠；八、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方式，民间的以下列方式兴办社会住宅：一、新建；二、增建、改建、修建、修缮同一宗建筑基地之既有建筑物；三、购买建筑物；四、承租民间住宅并转租及代为管理；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之方式，以第一项第五款或第六款方式承租及代为管理者，不适用政府采购法规定。宣读完毕。第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条。第二十条，主管机关新建社会住宅之方式如下：一、直接新建；二、合建分屋；三、以公有土地设定地上权与民间合作新建；四、以公有土地或建筑物参与都市更新分回建筑物及其基地；五、其他经中央主管机关认定者。宣读完毕。第二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一条，主管机关依本法兴办社会住宅，需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筑物者，得办理拨用；主管机关依本法兴办社会住宅，使用国有土地或建筑物衍生之受益，得作为社会住宅兴办费用，不受国有财权法第七条规定之限制。主管机关依本法兴办社会住宅，需用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筑物属应有偿拨用者，得采租用方式办理，其租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不受国有财产法第四十三条有关租期之限制。租用期间之地价税及房屋税由主管机关缴纳，但社会住宅新建期间之租金得免予计收。新办社会住宅所需土地因整体规划使用之需要，得与邻地交换分合，邻地为私有者，其交换分合不受土地法第一百零四条及第一百零七条之限制。宣读完毕。第二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二条，社会住宅于兴办期间，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课征之地价税及房屋税，得予适当减免，且向减免之期限、范围、基准及程序之自治条例，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社会住宅营运期间，作为居住、长期照顾服务、身心障碍服务、托育服务、幼儿园使用之租金收入，及依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项第四款收取之租屋服务费用，免征营业税。第一项及前项租税优惠实施年限为五年，其年限届满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延长之，并以一次为限。宣读完毕。第二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主管机关为促进以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项第四款兴办社会住宅，得奖励租屋服务事业办理，住宅所有权人依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项第四款规定，将住宅出租与主管机关租屋服务事业转租及代为管理，或经由租屋服务事业媒合及代为管理，作为居住长期照顾服务、身心障碍服务、托育服务、幼儿园使用，得依下列规定减征租金所得税：一、住宅出租期间所获租金收入免纳综合所得税，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度不得超过新台币一万元；二、住宅出租期间之租金所得，其必要损耗及费用之减除，住宅所有权人未能提具确实证据者，依应课税租金收入之60%计算。前项减征租金所得税规定实施年限为五年，其年限届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延长之，并以一次为限。宣读完毕。第二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四条，主管机关得视新建、购买、增建、改建、修建或修缮社会住宅资金融通之必要，自行或协助民间向中长期资金主管机关申请提供中长期资金。宣读完毕。第二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社会住宅承租者应以无自用住宅或一定所得、一定财产标准以下之家庭或个人为限，且向社会住宅承租者之申请资格、程序、租金计算、分级收费、租赁与续租期限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或自治法规，由主管机关定之。社会住宅承租者之租金计算，主管机关应斟酌承租者所得状况、负担能力及市场行情，订定分级收费基准，并定期检讨之。第二项租金之订定，不适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条及第九十七条规定。宣读完毕。第二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前条第三项属一、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二项第四款新办社会住宅者，主管机关得给予入住者租金补助。宣读完毕。第二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请宣读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七条，民间新办社会住宅应检具申请书、新办事业计划及有关文件，向新办所在地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受领前向申请，对申请资料不全者，应一次通知限期不正，届期不补正或不符规定者，驳回其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查社会住宅申请新办案件，得邀请相关机关或学者专家以合议制方式办理，经审查符合规定者，应核准其申请。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于受理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完成审查，必要时得延长六十日。第一项至第三项申请新办应备文件审查事项核准、撤销或废止核准事业计划之内容、变更原核定目的之处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二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八条。第二十八条，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系以新建建筑物办理者，其建筑基地应符合下列规定之一：一、在实施都市计划地区达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且依都市计划规定容积核算总楼地板面积达六百平方公尺以上；二、在非都市土地甲种建筑用地及乙种建筑用地达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三、在非都市土地丙种建筑用地、油气用地及特定目的事业用地达一千平方公尺以上。宣读完毕。第二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二十九条。第二十九条，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需用公有土地或建筑物时，得由工程管理机关以出租设定地上权提供使用，并予优惠，不受国有财产法第二十八条之限制，且向出租及设定地上权之优惠办法，由财政部会同内政部定之。民间需用基地内夹杂零星或狭小公有土地时，应由出售公有土地机关依让售当期公告土地限制办理让售。宣读完毕。第二十九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条。第三十条，主管机关得补贴民间新建、增建、改建、修建、修缮或购买社会住宅贷款利息部分建设费用、营运管理费用或其他费用。宣读完毕。第三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一条，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应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嘱托地政机关于建物登记簿、标示簿其他登记事项栏注记社会住宅，但载第十九条第二项第四款新办方式者，不在此限。前项社会住宅新办人变更其原核定目的之使用时，应将依本法取得之优惠及奖励金额结算，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核定，并缴交全数结算金额。其有入住者应于安置妥善后，使得由该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嘱托地政机关涂销社会住宅之注记，前项优惠及奖励金额于自营运核准日起至营运终止日止之期间取得者，得不纳入计算。
第一项社会住宅新办人办理所有权移转时，应向主管机关申请同意，同时变更原核定目的之使用者，并应依第二项规定办理。第二项及前项结算金额应缴交该主管机关设置之住宅基金，未设置住宅基金者一律拨充中央主管机关住宅基金。第二项及第四项结算金额计算方式、计算基准、同意条件应检具文件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二条，民间新办社会住宅因故无法继续营运，社会住宅经营者对于其入住之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应即予以适当之安置，其无法安置时，由直辖市、县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协助安置，经营者不予配合，强制实施之，必要时得予接管。前项接管之实施程序、期限，与受接管社会住宅之经营权、财产管理权之限制及补助协协助安置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三条，为增进社会住宅所在地区公共服务品质，主管机关或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应保留一定空间工作社会福利服务、长期照顾服务、身心障碍服务、托育服务、幼儿园、青年创业空间、社区活动、文康休闲活动、商业活动参与服务或其他必要附属设施之用。前项必要附属设施之项目及规模，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并刊登政府公报。宣读完毕。第三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四条，主管机关或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应考量其居住对象之身心状况、家庭组成及其他必要条件，提供适宜之设施或设备及必要之社会福利服务。前项设施设备及社会福利服务协助之项目，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五条，主管机关新办之社会住宅得自行或委托经营管理，非营利司法人得租用公有社会住宅经营管理，其转租对象应以第四条锁定经济或社会弱势者为限。宣读完毕。第三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六条，社会住宅之经营管理得是实际需要，自行或委托物业管理及相关服务业提供文康休闲活动、社区参与活动、餐饮服务、适当转介服务、其他依入住者需求提供或协助引进之服务，并收取费用。前项费用之收取规定，社会住宅经营者应报当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备查。宣读完毕。第三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七条，主管机关应自行或委托机关购学校团体对社会住宅之经营管理者进行辅导、监督及定期评鉴，评鉴结果应公告周知，经评鉴优良者应予奖励。前项之评鉴及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七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八条。第三十八条，社会住宅之承租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经营管理者得随时终止租约，收回住宅：一、已不符承租社会住宅之资格；二、将住宅部分或全部转租或借与他人居住；三、改建、增建、搭盖违建。改变住宅原状或变更为居住以外之使用；四、其他违反租约中得终止租约、收回住宅之规定。承租人因前项情形由经营管理者收回住宅，需因紧急事件致生活陷入困境者，经营管理者应通报社政主管机关协助之。宣读完毕。第三十八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章。第四章居住品质，宣读完毕。第四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继续宣读第三十九条。
第三十九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为营造住宅景观及风貌，得补助或奖励新建、增建、改建、修建或修缮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或历史原貌之住宅。前项补助或奖励事项之办法，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相关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三十九条照协商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十条。第四十条，为提升居住品质，中央主管机关应衡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公共安全及卫生居住需求等，订定基本居住水准，作为住宅政策规划及住宅补贴之依据。前项基本居住水准，中央主管机关应每四年进行检视修正，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清查不符基本居住水准家户之居住状况，并得订定辅导改善执行计划，以确保符合国民基本居住水准。宣读完毕。第四十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一条，为提升住宅社区环境品质，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主动办理下列事项，并纳入住宅计划：一、住宅社区无障碍空间之营造及改善；二、公寓大厦屋顶、外墙建筑物设备及杂项工作物之修缮及美化；三、住宅社区发展咨询及技术之提供；四、社区整体营造、环境改造或环境保育之推动；五、住宅社区组织团体之教育训练；六、配合住宅计划目标或特定政策之项目；七、其他经主管机关任有必要之事项。宣读完毕。第四十一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二条，中央主管机关为促进住宅品质之提升，得定期举办居住环境改善之评鉴、奖励或竞赛，并邀集相关机关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作为直辖市、县市住宅计划经费补助之参考。宣读完毕。第四十二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十三条。第四十三条，为提升住宅安全品质及明确标示住宅性能，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住宅性能评估制度，指定评估机构受理住宅新建者或所有权人申请评估。前项评估制度之内容、申请方式、评估项目、评估内容、权重等级、评估基准、评分方式、奖励措施、评估报告书、指定评估机构与其人员之资格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四十三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四十四条。第四十四条，评估机构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办理住宅性能评估，应派员至现场勘查及实施必要之检测，完成评估后应制作发给住宅性能评估报告书。前项住宅性能评估报告书于住宅所有权移转或点交时，应一并交付住宅所有权人及公寓大厦之管理委员会或管理负责人。宣读完毕。第四十四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四十六条不予采纳，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四十七条不予采纳，继续宣读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五条，新建住宅经办理住宅性能评估达一定标准者，得予奖励并登载于政府相关网站。屋龄达一定年限之住宅，主管机关得酌予补助评估费用。前项屋龄达一定年限之住宅，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之，并刊登政府公报。宣读完毕。第四十五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行政院提案第四十六条，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四十二条，委员姚文智等提案增订第三十七条之一，及委员赵天麟等提案第四十六条均不予采纳。行政院提案第四十七条及委员赵天麟等提案第四十七条均不予采纳，继续宣读第四十六条。第四十六条，为推动无障碍之住宅，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无障碍住宅之设计基准及奖励办法。宣读完毕。第四十六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五章及第四十七条。
第五章住宅市场第47条，为引导住宅市场健全发展，主管机关应定期搜集、分析及公布下列住宅资讯：一、租赁与买卖住宅市场之供给需求、用地及交易价格；二、经济或社会弱势者之居住需求、住宅补贴政策成效；三、居住品质状况、住宅环境风险及居住满意度；四、其他必要之住宅资讯。前项住宅资讯之搜集，各级政府机关购、金融、住宅投资、生产、交易及使用等相关产业工会及团体，应配合提供相关统计资讯。资料搜集、运用及发布，应遵守相关法令之规定。住宅相关资讯之搜集、管理及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五章及第47条，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48条。第48条，主管机关为稳定住宅市场，经依前条第一项规定分析住宅市场供给需求资讯，得就有严重住宅供需失衡之地区，视实际情形采取必要之市场调节措施。宣读完毕。第48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49条。第49条，主管机关应建置住宅相关资讯并公开于网际网路。宣读完毕。第4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50条。第50条，主管机关应鼓励法人或个人对无自有住宅或住宅条件及待改善之经济或社会弱势者，提供承租或购置适当住宅之市场资讯。宣读完毕。第5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51条。第51条，从事住宅新建之公司或商号，应于取得建造执照申报开工日起30日内，将第47条第二项锁定应配合提供之相关统计资讯，提供与住宅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宣读完毕。第51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52条。第52条，主管机关为提升租屋市场健全发展，应严拟住宅租赁发展政策，针对租赁相关制度、专业服务及第4条经济或社会弱势租赁协助，严拟短中长期计划，并就租屋市场资讯、媒合服务、专业管理协助及纠纷咨询等提供相关服务。前项服务得由租屋服务事业办理，其认定及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5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章及第53条。第6章居住权利平等。第53条，居住为基本人权，其内涵应参照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所作之相关意见与解释。宣读完毕。第6章及第53条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请宣读第54条。第54条，任何人不得拒绝或妨碍住宅使用人为下列之行为：一、从事必要之居住或公共空间无障碍修缮；二、应协助身心障碍者之需要；四、养导盲犬、导聋犬及肢体辅助犬；三、合法使用住宅之专有部分及非属约定专用之共用部分空间、设施设备及相关服务。宣读完毕。第5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尤美女等提案增订第46条之一，不予采纳，请宣读第55条。第55条，有前条规定之情事，住宅使用人得于事件发生之日起一年内，向住宅所在地之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提出申诉。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处理前项之申诉，应邀集比率不得少于三分之一之社会或经济弱势代表、社会福利学者等参与。宣读完毕。第5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委员尤美女等增订第47条之一，不予采纳，请宣读第7章。第7章罚则。宣读完毕。第7章照审查会章名通过，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60条，不予采纳。行政院提案第58条及委员吴玉琴等提案第61条均不予采纳，继续宣读第56条。第56条，违反第54条规定，经依第55条规定处理，并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另行
行为人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锾。宣读完毕。第56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57条。第57条，社会住宅经营者违反第32条第一项规定，不配合直辖市、县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协助安置，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令其限期改善，届期未改善者，按次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万元下罚锾。宣读完毕。第57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行政院提案第61条及委员吴益群等提案第62条均不予采纳。继续宣，行政院提案第62条及委员赵天麟等提案第60条均不予采纳。继续宣读第8章及第58条。第8章负责。第58条，主管机关依本法就公有土地及建筑物所为之处分，设定负担或超过10年期间之租赁，不受土地法第25条、第104条、第107条、国有财产法第28条及地方政府工产管理法令之限制。宣读完毕。第8章及第58条，照审查会章名及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59条。第59条，本法施行前，除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社会救助法外，政府已办理之各类住宅补贴或尚未完成配售之政府直接新建之国民住宅，应依原依据之法令规定继续办理，至终止利息补贴或完全配售为止。本法施行前，政府已办理之出租国民住宅，其承租资格、办理程序等相关事项，得依原依据之法令规定继续办理，至该出租国民住宅转型为社会住宅或完成出标售为止。政府直接新建之国民住宅社区内商业服务设施及其他建筑物之标售标租作业，得依原依据之法令规定继续办理，至完成标售为止。宣读完毕。第59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0条。第60条，为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及完成报备之原由政府直接新建之国民住宅社区，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其社区管理维护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之规定办理。国民住宅社区之管理维护基金结算有剩余或未提拨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该社区名义于公库开立公共基金专户，并将其社区管理维护基金拨入该专户。社区依公寓大厦管理条例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选管理负责人及完成报备后，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将该专户基金拨入社区开立之公共基金专户。宣读完毕。第60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1条。第61条，原由政府新建国民住宅社区之管理站、地下室巷道、儿童游戏场、绿地与法定空地外之空地及其他设施，已纳入国民住宅售价并登记为公有者，于本法施行后，应由该管地方政府列册嘱托地政机关，将该设施更名登记为社区区分所有权人所有，其权利范围按个别所有权之比率计算，但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非属更名登记范畴，应更名登记为地方政府所有，前项个别所有权之比率以个别专有部分之楼地板面积占该住宅社区全部属于专有部分之楼地板面积比率计算，但该国民住宅社区为多宗土地新建，得一个宗建地个别专有部分之楼地板面积占该宗建地内全部属于专有部分之楼地板面积比率计算之，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考量该社区之特殊性或住宅整合需求、住户整合需求，才以有利于未来社区发展之更名登记方式。地政机关办理第一项更名登记，免审发权利书状，其权利范围与主建物办理移转登记时，应随同移转。宣读完毕。第61条，照协商条文通过。报告院会，现在时间已届下午5时，酌延一些时间完成本案二读，再处理临时提案，请继续宣读第62案。
第62条，以社区管理维护基金架构，政府直接新建国民住宅社区之管理证、活动中心及其他设施，位于本法施行之日前完成移交为社区区分所有权人所有，或经社区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予以完成出售者，且系单一社区管理维护基金出资，并由该社区使用者，依前条有关更名登记之规定办理，或经社区区分所有权人会议决议，得由该管地方政府依规定办理出标售，其所得价款交于社区作为公共基金。前项设施系由数社区管理维护基金共同出资者，由该管地方政府依规定办理出标售，其所得价款按原架构时之分担比率交予各社区作为公共基金。本法施行后，以社区公共基金架构第一项管理证、活动中心及其他设施，得依前条有关更名登记之规定办理。宣读完毕。第62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3条。第63条，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依辅导奖励民间成立租屋服务平台办法核定之公益出租人资格，仍适用前修正前之规定。宣读完毕。第63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4条。第64条，本法施行细则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第64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继续宣读第65条。第65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宣读完毕。第65条，照审查会条文通过。全案经过二读，做以下决议：下次会议继续进行三读。报告院会，现在处理讨论事项第8案，中华民国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本案经本次会议决议协商后提出本次会议处理，因尚有1162案尚待协商，做以下决议，另定期处理。现在继续处理临时提案，每位委员发言时间1分钟。我们先请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苏正清委员，苏正清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庄瑞雄委员。本院庄瑞雄委员提案，有鉴于行政院国发会的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公民提案平台，有民众于11月30日提案，要求高铁延伸至屏东，短短7天呐、复议人数超过5000人，已达成案门槛，故请行政院立即与国发会、交通部等相关单位着手进行高铁南延屏东建设评估报告，以回应屏东县民的一个需求。高铁南延议题在地方讨论多时，尤其增设彰化、云林等新站，许多屏东人民更期待高铁能够延伸到屏东。许多屏东乡亲感叹，回一趟家乡要转5趟车，真心期待高铁能够延伸屏东。高铁南延除了缩短屏东县县民回乡时间之外尤其每年有上千万观光人潮，带来高铁的经济效益，更可以带动南北平衡发展。因此本席要求交通部应尽速完成高铁提出完整的延伸。本院委员庄瑞雄等11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曾明忠委员。主席，本案委员曾明忠等12人提案，鉴于我国产业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供电必须稳定，企业才愿意进行中长期的投资，为我国面临缺电危机、近期供电量仍有不足的情况，向今年10月19号
台电公布限电警戒红灯，备载容量只有84万瓦，只有2.57，显示未来随时有可能限电的危机，影响产业的投资意愿，不利经济发展，也有害国计民生。因而，为促进我国产业发展及民生基本需求，建省经济部必须研拟具体方案，并落实执行，确保电力供应稳定。事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曾明忠等12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江启臣委员。主席和各位委员，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4人，鉴于全台水质水量保护区内无自来水地区，已因其区内相关开发与土地利用管制，导致区内发展受限。每当申请自来水管沿管工程，却因其地处偏僻，致成本评比长居于劣势，难以通过。该区居民土地利用已因保存区域水源供应饱受发展限制之苦，却连都市居民最基本的自来水用水需求尚不可得，殊为讽刺不平。为落实受益者付费、受限者得偿之精神，原提案要求水质水量保护区内自来水管线铺设应重新设计费评比优先权具体加权措施，以落实水源保育回馈业务之一环，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江启臣等14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张立善委员。主席、各委员，大家好。本院张立善等11人，有鉴于经济部为推动节能减碳政策，自民国89年起补助民众购置太阳能电热水器，迄今全台已有30万户装设太阳能电热水器，每年节省约12亿度的电力。相比补助太阳能光电板产业等项目动辄百亿且宽松来说，补助太阳能热水器装设不仅对象分散，且总体金额占比极为，更是小兵立大功，有效提高民众购置太阳能电热水器的意愿，进而有效降低全台能源需求面。有鉴于蔡政府强调节能减碳的重要性与扩充再生能源占比的政策，但仅重视提高能源供给面，却未关注减少能源需求面。拟于民国107年停止补助太阳能电热水器，其做法实有前后矛盾之处。原要求经济部能源局应持续补助与鼓励民众装设太阳能电。本院委员张立善等11人提案作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蒋乃新委员。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员蒋乃新等16人，有鉴于台湾受虐儿通报数量激增，从2004年的8500件。上升到2015年的53900件，增加了6.34倍。然而，目前全国儿保社会社工只有750人，每位社工少则负责59件，多则负责230多件的虐儿案。每位受虐儿童根本无法获得妥善的照顾。另外，监察院报告批评儿少高风险家庭处遇计划预警机制失灵。执行机关毫无整合，且儿保也面临社工荒与经费少的窘境。为保护儿童以免受虐，本席等要求行政院尽速增补儿保人力与预算，落实通报、保护与心辅机制，
让儿少保护更完善，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蒋乃馨等十六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简东明委员，简东明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罗明才委员，罗明才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林德福委员，林德福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好，接着请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着请刘世芳委员。来，主席、各位委员，大家好。刘世芳等十八人呢、有鉴于我国在处理联合国事务的能量极其不足，每每遇到参与国际组织或是联合国相关事务机会的时候呢，都是用现有的任务编组来处理，功能不彰，成果有限，而且欠缺长远工作规划，仅能被动因应各项议题，难以累积我们的外交能量。那参与联合国是全台湾2300万人所需求的部分，所以本席跟其他17位委员共同要求，希望能够请行政院研议参考他国成功的案例，譬如说巴基斯坦，来设立人力、经费等充足能源的可以的常设性代表处或者代表团来处理联合国相关事务，而且可以规划外交工作的长期战略，以深化踏实外交路线，逐步蓄积我们参加联合国等国际事务的能量，是否有当，敬请公决。谢谢。本院委员刘世芳等十八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严宽恒委员，严宽恒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 Glass 委员。本院 Glass 等十一人临时提案，为落实总统成立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之承诺，请司法院及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依说明一旨，审慎评估并通盘考量人员、交通便利性及资源等因素，该机构之主管应限于原住民身份，且相关工作人员应限于法律专长背景之律师与学者为主，在地点的规划上应以服务之对象为主要考量，减少相关交通成本跟数位落差，请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应妥善草拟及规划原住民族法律服务中心计划书，并于一个月内送交立法院。综上所述，是否有当，请公决。本院委员 Glass 等十一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司法院研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赖世宝委员。好，主席各位先进，本院委员赖世宝等十四人临时提案，因为医院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而暴力产生以后对医护人员产生很大的伤害，也可能引起医疗机构组织运作上的负面效果。虽然政府已经修订了医疗法第24条、第106条来保护医护安全环境，但是大多数的医疗体系到目前为止，仅有在急诊室设立警民专线的一个报警的系统。有鉴于此一现象不符合社会大众的期待，原提案要求行政院跟相关单位在半年内提供当班医护人员配置随身警报设备，缩短报警的反应时间，有效反制具有攻毒企图的人员，以达落实预警机制目的，确实维护医护人员的身心安全，是否当进行公决？本院委员赖世宝等十四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
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李彦秀委员。本院委员李彦秀等二十人，鉴于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第二条第一项第四款第三目，系以身心障碍者家庭总收入应计算人口之所有土地及房屋价值合计未超过新台币650万元，作为发给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要件之一，为上开标准已逾4年未经修正。前阶办法同条第二项固然对于已领取生活补助费之身心障碍者设有存续保障，然近年各县市之公告土地限值由上涨，此一标准是否仍切合时宜，不无疑义，且于都会区恐致领有身心障碍者证明者难以契合申请标准，而备于身心障碍者权益办法之初衷，建请行政院于一个月内检讨身心障碍者生活补助费发给办法中之请领标准，以维持身心障碍者之权益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本院委员李彦秀等二十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下来请李坤哲委员。本院委员李坤哲、郑宝清等十二人，鉴于台湾地处地震活动频缓的环太平洋地震带，随时受到地震威胁，近年来政府推动国中小设校舍补强或改建计划，在过去几次大地震已证明确实对于保障师生的安全很有保障。据统计，目前仍有2259栋及322栋校舍需要办理补强及拆除重建工程。为确保师生安全，原此要求行政院加速相关工程补助经费的拨补及工程的进行，让全国的师生都能在安全无虞的环境中上课，并每季定期向立法院提出进度报告，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本院委员李坤哲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柯志恩委员，柯志恩委员不在，本案暂不予处理。接下来请陈怡明委员。主席，各位先进，本院委员陈怡明等十九人，建请政府体察民意，解决失业劳工生活，续办劳保纾困低利贷款，扩大纾困额度，照顾失业劳工朋友。根据主计处资料显示，我国十月份失业率3.95%，比邻近国家失业率日本的3.0%、香港的3.4%、新加坡的2.1%为高。失业率3.95%代表有464,000人失业，为解决失业劳工燃眉之急，让劳工朋友度过寒冷的年关，原建请行政院继续办理劳工劳保的这个纾困贷款，最高贷款的额度每人10万元，贷款总额度200亿元，符合劳保年资从满15年降为10年即可申请，还款的期限由3年延长至6年，让符合申请资格的劳工都能借到自己的钱，让政府加惠劳工每亿不打折。本院委员陈怡明等十九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接着请孔文吉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本院委员孔文吉等十二人，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2条规定，政府于原住民族地区划设国家公园、国家级风景特定区、林业区、生态保育区，应征得当地原住民族的同意，并与原住民族建立共同管理机制，研为提升国家森林游乐区、平地森林园区及国家级自然步道的服务水准，且应该尊重并维护当地原住民族地区的观光环境品质，建请农业委员会林务局参考世界各国及我国现况，对于进入森林游乐区、平地森林园区及国家级自然步道的旅客，
得收取观光保育费含环境维护费，是否有当？敬请公检。本院委员孔文吉等十二人提案做如下决议，函请行政院原处，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通过。临时提案均已处理完毕，我们继续处理复议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十四次的会议报告事项第132案之决定提出复议，请公决案。现在做以下决议，另定期处理。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进行到此，现在散会。